我搞不懂那个什么星座血型的。那你朋友人怎么样？我虽然不是跟他很熟，不过我觉得他很勇敢，很有趣。江小南，这什么？就是，请给我你的手机号码。也很可爱。这是我的生存之道，我最不需要的就是梦想，最没兴趣的就是恋爱。我不会让自己有希望落空的机会，因为没有期望，就不会失望。小姐，加油！生气了啦，百变女郎，千手观音，秘密狐狸，还珠格格，哇 ，Hello Kitty 嘞！哦，妈，你终于笑了，不要再生气了啦！我抢钱都来不及了，还哪有空生气啊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讲三次。就代表我真的真的真的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这么白目了，可以了吧？胃不好了，讲话有点冲，对不起啊。那和好喽。喏，请你吃的，谢啊。还留给你是，留给你的发票，记得拿去兑奖哦。如果人家给你手机号码，你一次都不打，这样也算是一种没有礼貌哦。